OK， 那么欢迎回到 BBO Online 假日杯的转播，我是主播 TRY Tristeel。那在我身旁和我一起转播的是赛品 Johnson。Tristeel， 各位 BBO 的球迷们，大家晚安，我是赛品 Johnson。那我们今天要转播的话是假日杯的冠军赛哦，九三项对上的是象 AS 哦，这也是我们这个系列赛来的重头戏哦。对。那中胖胖使用的是九四盟啊，刚口误一下，九四盟对上的话是九三项哦，那两个都是当年度的球队对决，那交战球场的话是冠军赛新庄棒球场哦。这场可以看到一个 bug 球队对上一个非常 bug 等级的九四盟特罗，到底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？我们持续看下去。哦，这边另外野手坎沙诺马上来一个阴天对到神木接哦。哇，开局陈曦被克，前两个球都被锁，都被猜到，只是可惜中胖胖都没有掌握到。Boy！ 那这一场比赛，九四盟要使用的是佣兵黑爪。这样七等 ERA 是炮娃非常强，哇，全部最上。对，可惜是他好像第三个数值只是稳定速度。我还想他可能就是为了要追求全部最上，然后去开打击感，所以才没有追求稳定速度。哦，那先发投手从原本那个四强赛的 Randy Johnson 改成了。麦达克斯有风格，对，速球快投手又调整状态。那麦达克斯也在去年成功的被选入名人堂，而且得票率非常高，他是近代的控球大师。去缠斗，哇、哦！这个球也看得到，真的，我是坏坏，真的非常非常会跟速球。哇！这个变速球也打得漂亮，而且林义珍算是我觉得很难驾驭的一个打击姿势的打者。哇！这次还是敌不过萧高二红哦。对，中锋方刚把节奏拖慢，然后再来一颗风格二红，这个配球算蛮成功的，破坏打者的击球节奏。那我觉得麦达克斯这个姿势好像也蛮好的哦，还蛮有趣的姿势吧。对，会先绕过头，然后再投出去。其实最近阿卡的个姿势的套用。大家都在研究什么样的投手姿势最大。不过阿卡投手，我看大家几乎用左投比较多，对，所以都几乎都是什么巨怪啊，或是什么 Billy Wagner 啊，就是那几个姿势在那边换。那这一张乔哎坎沙诺现在有锁炮的能力，那应该是直接锁。对，两分局连好球也可以再锁锁看呢、啊。真男人就锁吧。不过这场另外一个有趣的重点是可以看看说，一个我是外非常会跟非常会打速球，那还有一个中妈妈非常喜欢点放慢球，这两个到底谁会赢得最后的冠军？矛盾大对决、哦。对。哦，这个取球没有拉。哦，你看中妈妈前面好几个打击的慢区都没有，就算尽管拆到防，可是都没有好的输出哦。哦，这边锁到，哇！可惜中外也是应天对天的砍伤。快！哦，这一半局就把节奏放慢了。对，我才第一分打击，但是很明显是我要变慢一点。
整个护框推打，这个疯狗二逢变得非常漂亮。对，这一道低推哦，砍击，哇，冠军到了冠军赛，两个选手其实都有压力在身哦，毕竟这次的假日杯冠军跟亚军的奖品是差蛮多的哦。对，冠军是拿950的一个惨包，750的一个潜力包哦。那第二名亚军好像做一个99惨包跟一个钥匙哦，这个哇，这个抓到了，哇哦，这个幕府还是来不及啊，游击手 Ara 是直卡天气轨道哦，传球最上，哇，现在哇，又一个内角高，这个、走啊，野手是晴天呢、啊。哇，可见现在我是坏选手已经在锁定两个好球后，在锁内角高，那势必中方方一定要改变他的配球模式。那其实这样看起来，可能拿数据怪来做先发还是比较稳妥吧。如果数据怪是主流投手，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啊，还是使用Bobby Abreu的姿势哦。你觉得这个姿势这样好打吗？我觉得还不错、哦，感觉他挥棒就是也是蛮快，蛮快的。对，我发现现在我这块都在已经在锁内角高了，所以我觉得中方方一定要发现对手的那个拆框模、拆框策略要有所改变。那这张吴英伟是不可卡哦。那其实这张卡片取得好像单人，哇，这个 A 推中外野手晴天，但是来不及传单人。形成一个全体劲垒哦，哇，这太亏了。这里林百亨又是一个，这次是 bug 卡林百亨、哦，上一场林百亨有神一般的表现，不过那是晴天的，那这次是换上佣兵的小金。喂，这个绕道。那这里中胖胖他这里又是一个会选择解除组合对加成的一个布阵，的阵容调度、哦，因为现在上了小鸡，再上了像是金币人、黄皮人之类的，这个组合对加成又要解除。对，因为他已经使用双佣兵了，所以偷着再用两只。那现在才第二局，势必会解除掉这个加成。现在是配了大量的坏球，就是要引诱火兽二回头之。点下去，这个太坏了。这个太坏了，我怀疑我是会常常看 try steal 的转过来。他这个点的也很漂亮的地方是，他有把球棒收进来哦。他把 try steal 内功学的非常精湛。小机滑不好打没关系，我们不用打，我们用点的就好。我感觉那一球真的很漂亮。我看他这个打法没错，这个海尔，海尔兰德。好像那种西方国度来的那种打者，好像穿越3000年的时光来到全民打棒球来出赛。还有一个汉民的姿势，我两分也不巨大，我相信以中中汉民的实力，哇，猜到球有所发挥，我相信这两分不巨大。中汉民是在八强赛事是有实力，对。现在反倒是，我是后来澄清，现在开始点慢慢去了。但是有两分领先哦，所以是也比较大胆的。假日黑刀手陈奕迅系列卡片都是高手用的好，就是很强的。像是之前中职联盟黄小球也是使用这97飞刀用的神哦，那一场比赛是可以拉 K 一下。这个 SS 陈瑞正，你不是维兹凯尔啊？这不太有可能有神一般的事情。这时候会锁当兵之吗？锁了，右外野手是哇。我刚开始还以为会接不到，想说哇，松胖胖要追回一分了。现在改成左外的顺二，我们来看看94盟的职员好了。他看起来这是
蒙的敌人吗？其实我不是很熟悉蒙的敌人，但是看只看个加成好了，加成有加一加二吗？应该是我有看到他速度加到十二，起码应该是加一。另外也还是有带有三十八块钱，查出正面突破。原本是一个四中九九，反而造成是双杀、啊。这个这一局一定是站在中胖胖这一边的。这一局杀圣骑在那输光了。不过我是有听人家说砍杀诺其实是不太好打，不知道帅 Steel 有没有打过。我九七年是有玩过他的雪天打者，不过那只是属于枪型，我还觉得蛮好轰的。我这边锁到。他挥棒速度还蛮快，他又不像传统挥棒速度快，像克劳佛啊、郑达宏这些都枪型打者，他是他的卡片可能是右打者都比较好打全垒打吧。像是奥利维这种卡片都是球棒拐来拐去，但是捞出去的感觉就很爽啊，那种拉打型的。还有罗品清啊，这种都是挥棒速度就很 OK 的。前面有开始移防吗？没什么注意到，从这半局开始的。对，这也是有鉴于先发投手已经到达三十球大关的。管用电脑吃的调整状态还是有一定的威力。哇！其实投到十五球，小鸡已经差不多累。不过这一次最近是有那个双手投手的感觉，体力是不会大幅的被扣。现在我现在已经我家整个在抓内角高，每次他打都是内角高。想看现在再来一次，哇！中华真的是有点过于铁齿了，这个。配球模式应该要随着你的对手已经抓到你的配球模式要改一下。这一棒打者，我觉得一好球甚至两好球都可能会考虑短打。喂！我是在喘气，就不一定要点了，还是要那边边角角。我们看来要点了，要点。点的位置，可以的位置。哇呀，这边可以先传三垒，传三传二再传一哦。三传二应该是已经刷得到手了。对，因为像他刚三垒手已经三垒跑者已经停在那边，表示说你可以先传，因为一个封杀状态，你传三垒一定是有机会刺杀那个跑者。他这边又是让那个中华一人，哇，这边雷手没跳到，被克啊。对。二垒手很可惜啊，真的就比较难跳了，哇！不然他那个投球的配球的位置刚好打球，让对手打到布阵当中。哇，这个外野手晴天，哎呀！哇，如果用九四盟的加成，应该是接得到的。我用结果的判断，他刚那个三垒那个没有刺杀，那造成了接下来又失了一分。这种游戏，这个游戏当下的判断就非常重要了。然后就说很吃经验，甚至一些哇这个大空档，内角打完改打外角。现在已经换上绿卡 ，Rafael Soriano 是今年国民非常倚重的一位后援投手，不过现在好像已经被拔掉后守护神的位置了。一个二垒，哇！我是后来非常会打速球，你又投一个非常红中的速球，那真的是守不住。再一颗，哇！推打，中球的特色就是无论瞄哪里都打得到。对，而且加上他前期几乎都是对到。
再换上一张大笔本，然后现在应该是拆了，拆了。他还有在投哦，这张是红袜队的前手。对，那现在在费城人依然是非常稳定的后援投手。这个前两个其实比较没有什么样的，应该是说他的表现都一直都不错，只是他存在的球队是费城人，是一个败比甚多的球队，所以自然而然救援机会少，所以他的做卡面也不会到太出色。哦，哇，这个天气刻道跳得不错，给活路啊！假设你觉得通常几分就很不错的样子？我觉得看对手看风向，像我觉得现在五局顺风，七分我觉得是有机会的。毕竟这个风真的蛮有点大，可是如果变成逆五，我就真的觉得哇，会心凉了一半。哇，这边锁到，哎呀，还没出去。哇，尤其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有观念是说，尽管现在风大，可是你的落后分数有断层的话，你一定要先那个先学着累积投掷。像你现在如果锁框，你轰直接零落七五一。可是如果你要累积跑者不断累积，像现在对手会回，你要靠着安打累积跑者，然后再用安打串去得到大量分数，也对自己的信心也会有帮助。再来就是不要让对手觉得你已经放弃比赛，气势，这就是你的节奏已经被对方带走了。这张血 CP 也是个双手位九四盟的投手，哇，白框还打那么远，但是要眼睁睁的看着假日杯的冠军就交给对手吗？晚上投手廖宇成，廖宇成，这边框又是一个内角球，本来是打算掉一个坏球啊，可是却入框了。对，这个廖宇成姿势，他的四缝线没有 R 快就很弱了，因为他就是一个下勾，没有 R 快的四缝线就像点放的 R 快。这个卡特真的超威的、啊，这样炫进来。这里真的希望中胖胖能够守住。强森，你还记得上一次转播，当年度冠军赛的时候，最后一场是 Call Game Win 的心情吗？啊，是最后一场吗？不是最后一场，好像是。也是冠军争霸，就是赢了就谁进冠军赛。对，那左右的一个赛，我还记得是蛋炒饭对上酒吧洋基。嗯，对对对，好像而且很早，大概五六局就 call game 了。对，我那时候当下心情要讲啊，我之后的行程要怎么办？不晓得今天这场冠军赛会能不能守下来这个赛末点。哇，已经五下已经九比零了。15支安打，这个是十分的安打量哦。15支安打拿十分，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安打。已经能够再少一分了，看能不能之后再反打九分的。其实棒球场上有个不成规定，就是说你分数已经领先太大，你就不要倒垒。可是 BBO 没有这个规定哦。我就是要变九比零，你怎么样？就你看，依照倒你垒。不过这个是上一场比赛的时候最后一个的击杀，那个还是非常强大的捕手。来。捕手换球非常强大，搞不好他现在换上那个什么野猫英雄啊，还是威克菲尔的啊，上去先丢个触身球，然后再慢慢归，然后再杀，这样还比较容易抓住出局数哦。这边。我是会带上魔瑞，不晓得他魔瑞的应用如何哦。他魔瑞就是一个球种，很明显可以知道究竟在投什么球，但是要能够判别出来，并且不要被钓到。V 二，
现在还没有投出任何科技勇兵数。我好像已经看到第二、第三次的一个打者内角低的 V 二对决了。对，现在中胖就是要累积好久。这个比分落后很大，不一定要需要这样子冒险。喂，就是对，你看得出来是变速球，但是也要选掉。再一个，应该没那么容易被电了。哇，再忍住，忍住，下球有可能是速球哦，速球。结果还是变速。哇，这个很接近啊，是我就挥了。哦，一个同点好坏球的配球，我觉得他刚那个慢曲的节奏非常快，就是其实两这边锁到了，哇，中左外野安打一直中，看看破蛋了。对，我觉得尽管比数落后再多，还是不要放弃。两次收回，而且虽然说前面也是阴天，可是他一样没有表现。喂！看这一次的打击，应该就是新加入。我这里 Ara 才刚说完 ，OK。哇 ，Ara 心想说我是经不起你们两个酸我。对他还是比拉丁强大的，而且那球吴富连感觉有机会跳。嗯，有机会跳。这边再一个倒垒，哇！这个豪迈的盗垒好像看到三山虎中职联盟的冠军掐起哦。Right. 加油，这时候就是要打出气势的，尽管输也要输得漂亮。钓不到的，钓不到的，这一切都是幻觉，你骗不倒我的。哇，气势一来，真的任何选球都是。现在可以按 EMP 打到卡面。喂！哇！我刚开始以为是高弹跳搞会弹出去那种。那现在比赛还有，对中胖胖还有三局机会了，千万不要放弃哦。Hooray！我觉得像中华应该有知道说他两好球就会锁，哇，这边一个按爆了，石头，哇，真是非常可惜。哇，你其实还要再小心倒喽。哇，这里这边又一个，哇，这个真的不能，就是只能说是我是后来真的打得好。然后强森，你知道吗？刚刚安打打出去的时候，像你，right. 想起来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非常的有嘲讽力哦。好，换上是郭宏志哦。哇，这时候可是已经没有左右打。啊，还是像早期杂牌爱用的一个词。哦，二垒 OK， 跳接守备是阿卡，阿卡跳接守备是五组合对加成也有效的。对。三垒穿出去了，没有加成的，就是蒙特喽。才刚追回两分，现在这两分又还回去了。哇！打得好。Ara 这个也 OK， 对，这也 OK， 对，就是有点逆向操作。我知道你会觉得我会爽杀，那我就不爽杀，穿接到之后马上出力。而且他是直趴手背，手背空很大，加上他手背空的背刻，真的会让人误判他的一个手背数值哦。哦，一垒空证明是神力。
兵捞起，瑞正没问题。这个捞地瓜哦，是被空中的飞鸟抓掉。对，真的金砖会打人，该接球还是会接哦。百战百胜，对，年轻的陈瑞正就是很强大。就觉得他那个教练的陈瑞正也是很强大。他第一个前面是正总，我觉得应该改成总该是，就改成全总。拳头的拳，二垒这里这边中外也有快穿。那这一局中锋方就要有个目标，就是千万不要让对手偷电。对对对！哇，差一点，差一点补位来不及啊！哇！对啊，这两场比赛都还没看到那个派上威特兰德。哦，上一场有啦，就是后段的时候很后段。我觉得像这个天气没有对到的话，应该红卡还是比黄卡强。对，当然。哦，谁？像洪振明数值有多威啊？对，他五鼠啊。喂。可是五鼠的一批缺点就是没有什么。稳定打击啊，那些潜力可以看，他值得看的应该是这个。而且他说实在也不需要稳定打击，他已经够稳定了。对，像林毅泉 MVP 那种就是要稳定打击，就是对守备能力增加，那这张就很 OK。那也刚好是弥补这个九三向转 AS 周的一些板凳替补。哦，威特兰德逼出来了。对，如果你现在不逼，什么时候逼？哇，这边会成为再见安达吗？哇！狙死米达。我们两个人同时见证了两场 Call Game 的比重要关键 Call Game 的比赛。以后有这种重大比赛，还是找老板播好了，不然选手会怨我们哦。完了，我们恭喜我是后来得到了这一届假日杯的冠军哦。对，那今天的实况也就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。那我是主播 TRY TriSteel。那今天非常感谢能得到 TriSteel 的邀约哦，来跟他一起转播这场比赛，这是我的荣幸哦。对，那也谢谢各位今天各位观众百忙之中的收看哦，还有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来播报各种的一个业余比赛哦。尽管我们今天的网路虽然没有到很顺，我还是希望大家以后多多锁定 TriSteel 棒球频道，对，我们将带来更多的赛事给各位。那我们最后就直接在这里收台了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